阿弥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。
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